亦都够连埋全部马匹准备妥当出场。本地一级赛千四米女王银禧纪念杯准备。我哋一起步嘅时候，我身力劲稍为慢啲噶，前面快嘅马咧都好多只喎。咁啊，见到外边有粉红衫嘅雅雪啦，响出边倾力之城啦。咁啊，内栏位置有天狗，中间咧就系呢个川河景区出边步步稳啊黑衫嘅。再后边嗰阵啦，先见到有劲飞宝啦，同埋卡达胜噶。响外边有赞画，尾三身力劲，尾二精彩日子啊！暂时包尾嘅马匹咧就系嗰只共创未来嚟噶。好啦，过咗一千啦，前面带头嘅马咧见到雅雪啦，倾力之城啦，内栏第三啦，就系呢只天狗噶。再喺外边咧，仲有呢只步步稳噶。跟住后边嘅马匹内栏劲飞宝，中间嘅川河景区噶，响出边仲有赞画噶。后边嘅马咧见到精彩日子都好早要慢慢俾咯喺后边噶。咁啊，再后多少嘅马匹仲有卡达胜身力劲啊，包尾。呢个只咧就系共创未来嚟噶。好啦，入直路嘅时候咧，前面雅雪占先咧，倾力之城第二位噶，天狗个位咧就好似靓过只精彩日子喎，响第三啊。中档位置有步步稳啊，外边精彩日子踩有噶啦，再埋边位置劲飞宝，中间咧就系川河劲区入正最后三百啦。前面倾力之城占先，天狗已经出嚟噶，外边精彩日子亦都追紧啦，再外档顺列仲有共创未来，中间站物斗到最后一百，伟大斗拍宝啊，红帽天狗，外边绿色衫精彩日子，再后边仲有。赞物咁啊，后啲仲有呢个动作未来，最后一百天狗占先啊，但系精彩日子都未散得晒，接近终点，天狗压住呢只精彩日子赢啦，第三名咧有新力劲同埋赞物。哇，斗足一条直路，虽然马少少嘅场合，大家都供应啲热门，但系呢场马系十分精彩，咁啊一只天狗，一只精彩日子，咁啊结果咧就天狗成条直路都压住精彩日子嚟跑啊，咁啊最后直路里边啦，最后一百。以為精彩日子個勢都有權喺出面過噶啦，咁啊但係天狗咧有少少片出嚟噶，紅帽嗰只，咁啊但係都力壓精彩日子過終點，新力勁第三啊！好啦，咁啊拍寶鬥偉大呢一場啊精彩咯，天狗鬥精彩日子。不过由跑到嘅中内啊，斗到去中外，有少少好似系咯，但要望一望啊，系啊。咁啊，老黄忠呢边嘅新力劲啊，继续攞翻个第三啦。第四系赞画，赞画都跑到一住，你见到临尾嘅郭立基啦，九牛二虎，即系前面有前边斗，后边有后边九牛。我哋急赛，我哋作为中意赛马嘅人啦，再加埋又中意博彩啦，即系呢个就系双料娱乐嚟嘅，系啊，又好睇又够刺激，系嘛？有人朋友买咗精彩日子，都系打气啦。天狗又顶住咁，佢追佢系嘛？追佢。啊！呢口 Marty 又好正路啊！如果都唔正路啊，真系天下大乱啦！而家香港如果呢啲都赢唔到出嚟就。暂时又见唔到有啲咩抗议啦，咁啊天狗，哇！你见到冇抗议，但系竞赛小组会唔会睇下片咧？系啊，所以睇下其实都需要睇下片啦。而家就冇显示啦，咁睇下赛后有冇讲啊。可能点都会告诫噶啦，即系你赢还赢啫。嗰啲系骑师嘅嘢，但系竞赛小组系要做翻自己嘅 part 就，喂，你都睇到，我哋都睇到，佢哋应该睇到啦。睇直路有冇影响先。其实今年拍宝咧，喺佢当博马嘅时候咧，佢都好多呢啲计仔出噶，所以今年其实有两次嘅停赛咧，都系因为佢博马系有事就赢，有事系得，有事唔得咯。都冇啊，都唔得啊。嗰次我记得系长龙啦，长龙咪又会输咯，系啊，佢都会输噶嘛。咁佢今年就唔系佢个 year 嚟嘅，好坦白拍宝，又停赛又伤啊，咁多年都未伤过嘅，讲电话。人又总之就佢又上上落落嘅时候啦。嗱，咁啊一路都未复榜完毕噶，大家要留意呢样嘢。可能除咗董事之外，可能伟达啦、蔡约翰啦都要。自己再翻，其實首先要做嘅競賽小組係先做咗自己個 part 嘢先。嗯、我睇先，睇完片之後，然後可能會問騎師或者練馬師，我或者馬主都未定嚇。同埋你
咁近佢嘅时候咧，见到伟达嗰个右手边咧都发唔到喺后面打啦，一路都系喺前面撩下撩住咁样拍住佢前胸个位置。呢个先系公平噶嘛，啱嘛？啊，你做翻自己嘢。好啦，好认真系啦，系啦，望一望啦，系啦。嗱，天狗红帽开面啊，六三啊，就唔系最出边嗰只，隔篱嗰只啫，就伟达精彩日子。大家睇住地下嗰啲深浅色啊嗱。嗱，伟达呢个右手边打唔到。嗱，呢度拱佢出嚟啦，系啦，挨一下，挨一下，再有冇啊？一下啫，冇啦，系嗰下啦，系啦。呢度又再出嚟，不过已经就嚟到噶啦。呢度冇喺呢度冇啦，呢度冇啦，系啦。哇，嗰一下就真系。佢、啊、一度令到佢咁窄位嘅时候抽唔到，抽唔到，抽唔到边咯，系。因为佢上紧迷啊嘛，嗰时已经，哇，咁啊刺激啦！一场一级嘅大赛，个抗议啊，咁啊由呢一个跑第二名嘅精彩日子啊提出抗议嘅。而家都系唔系话有咩偏边波，系大家做翻自己嘅嘢啫嘛，系嘛？竞赛小组又做翻自己嘅嘢，佢系判官嚟噶嘛？再睇，系一个质镜。天狗而家摆紧态，精彩之上嚟挑战啦！嗱，呢个普通镜头已经睇到，都睇到佢已经挨出嚟。天狗打住左手边，呢度啦，系啦，系伟达即刻收咗一步，嗯，嗰度就打唔到边。一下咯，啱啱先嗰下。系啦，嗰度系打唔到边嘅。有个抗议，哦、有埋抗议添，系净系抗议就冇言讯嘅，其实。哦、十号高二号啊，睇下点判咯、啊。系有少少噶啦，我哋都睇到嘅话就，哎呀呢下崩一崩，系啦，系啦。咁而家翻到嚟嘅差距咧，就是一个头位嘅啫。跟住最后嗰几步，其实。